我只要干杯，1500，两个人要不要吃嘞？三个要吃尔哦，个人要吃无？1000哦，这餐厅出一点就1800哦，这500公斤大粒的哦，2包3000啊，唔免3000啊，唔免2500，1000块咯，700块哩，1000块，1000块，三个人要不要吃尔无？1000块，1000块，我300几块尔嘞，1000块咯，要吃了，来，今仔日聊，后日慢慢出价啊，今仔日聊，全部准这两箱。今仔日尔，后日慢慢出价哦。多少包过1500咯，1000块。买着你要几担？1500咯，包过1000块。1000块，几个？4个哦，1000块。1000块。拢有啊，拢有啊，分了。姐，石头子，收着。这箱我放后尾啊，收着。你收无嘞？来啊！既然都八号年啊，冰的冰箱啦，过年绝对大起价，你相信我。今摆唔买，你过来嘛白买啊，过来愈来愈贵啊。500起那冰啊，500块小家一个500块，今天就吃啦。啊，真诶！真正买不炸断个，500块啊，无时阵时啊，无爱卖500诶。500够买啊无？你再搁结束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包包咧吼。行去用500个多。你看喏，再搁一个啦。谢谢。呀，给这大白了，你有点爽。不要我倒是，我倒是家取了，钱只给我了啊，钱只给我了啊，你超过48，你有看，有个人看 YouTube 啦，啊，咱上好要吃黄鱼诶，你要吃黄鱼啊？我先看你黄鱼，黄鱼旁边，黄鱼旁边，下落啊，我带出去了，下落啊，死，你那边刚看到黄鱼。2倍好点好不好？三倍讲，等下收啊！等下收啊！等下收，我讲几个，你就收几个啊！用手啊，大家拢卖，卖广告定收高嘛，高频嘛啊！你拢只青哦，那黄鱼干不？鱼有存啥物无？五个人计开钱，你平收三个，你平收多少？200块来了，200块。钱没有就没。200了。没来啊，三个。不要给个波，不要，但是毛巾卖进去，不要紧张了，卖进去了，交给。黄鱼够不？不要给个，我要把黄鱼去杀不？大你无买着啊？吃你了，吃你，你今日别做这样，我操！那这就是我交不了的。这箱化掉500块啊！这玉师傅100块的，是不要的？你要不要？玉师傅100块，贵个螃蟹分啊紧啊！贵个螃蟹分比较紧。哎，有客气啊！有客气啊！有客气啊！看人无客气。那我开着，个人开钱无开着，啊！这一包人要吃无？这一袋10块，这免考虑，免管，这边有你送，这边有你送，好吧？卖个买啊，你落吧。等下我告你，等下我告你，你要干啥呀？好，搁开过，搁开过，搁开过，玉师傅一百啊。卖这是你卖新装的尔。来，要搁追加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，那无收收起来，够买来无？10袋100，收钱啊！多少开过啊？紧的啦。哦，还无时间你卖这啊？来，还无叫双龙去分啊？几个啦？来三，一包3包啦，无时间卖车啦。来500，500。这啥物恁知无？啊，等下看。这过一下包，这一尾两袋尔，这当用煎的啦，30号钟煮着无？三箱尔无？做一家恁所有人皆满意好无？200号了啊，钱来了啊，200块了，200号。200了啊，这用烘的用煎的凊彩，用烘的用煎的凊彩，200号了啊。三个啦，四
个啊。再过来日本料理行业了，四五百块。啊，五个啊。当时你骑过来，我拢足快用啊，下车就好啊，下车就好啊，足快用啊，这拢熟练。想要搁有人加欢喜一下，想要拼一个大标啊。六个啦。啊，做了几个月？排骨有吗？排骨，排骨鸡腿拢无啊吧？八块啊，拢皮啊，十八块了。多少块？你啊几个？啊，做了几个月？多少钱？宝贝，这样接的多少钱？这样我改的多少钱？滚蛋！阿天姐。对。看我那边讲红梅，没接，没有接啊。没滚。你这个红梅旁边哇，起来真是。喂，那拢买几箱的啊？我三个拢买几箱，我开始炸三箱，三个拢买几箱的。大只个五十的。这四百个两个人加差不多少？四百个两个上面吃，几个同个无？两百块了，上面吃刷梨，看两面吃刷梨，现场看两面吃刷梨，我剩大块尔，小块无哦，剩大块尔，看两面吃鳕鱼啊，来，我给我先包着。方便呢，三六。没钱，好。还没钱。哇！咁啊，瞬间人走到五百个。开始。啊，你讲做无用啊？开始。看我招了，唔好走啊！开始。开始，两百上开始，无开到。对啊，对啊。开始，只坐无开啊？上面啊，无你就开啊，无开。带上远的手表去，有带足远的无？对。我的兵可能带转，来人，搁有带远的无？搁有无？出声就有啊。新的无？新的呢？莫袂讲。搁有带远的无？啊，怎对一个讲台南的？你台南的，啊你新的，啊搁一个你对？哈？你是做伙吗？我即马毕业，恁有啊？你，啊无你，啊搁一个，搁有远的无？我拼拼了，我走平家台，够多行的无？啊？啊！你看你四个人嘅钱给我了吧？一百人，我也袂怪啊。要搁你炸物件，要搁了偌济，你袂嘛？规台车拢要去啊。包贵，滚落去。OK， 擦掉啊，擦掉啊。学一排你有加钱无？学一排。啊，学一排要加一百。你这是要怎啊？挂了行不行？我已经，你敢有骗你啊？血一百找四百，你要什么？血一百，你要得你个得一百个收到了，阿查你阿阿伟要当哪里处理了？搞什么重要的无卖无？我那条啊，五百楼上我没吃，五百楼这几块钱。啊！你今日故意吃啊济啊！恁牛肉咯，我早啊济，你吃啊济好啊，一千块来好啊啦！真诶啦，一千来好啊，卖考虑啊，袂伤济啦，袂伤济啦。一千有人要吃牛肉咯，诶无？太多了。一千有要吃牛肉咯啦，鸡尾块变个大大只啦，免吃买啦，一千收钱啊。啊，一个啊。一千块要吃无？遐搁一个啊，看头前啊，卖搁叠个啊嘿，一千块要来无？我来有扛起五斤的料落啊！一包，这一包将近二十块牛肉，当然套落，若无拢其他退钱了啊！这三只猪一只差不多八百块，两只猪千六，唔免千六啊，一千二啊！这只搁送你一千，这只搁一千，这只二啊五，这大包买袂着啊！这只搁来一千块落，一千块。五包。包贵。一千二啊，一千块。顶个当哪只啊？千呢？好了，看你啊，他哪去的？